第159集，不按常理出牌。真正让冒天华感到愤怒的，居然是有人胆敢这样的挑衅自己。这是要借我明宇集团上位吗？有意思。廖天华轻轻转动着一株价值不菲的莲花菩提。陪同廖天华坐下的还有两个中年人，以及一个50来岁，看起来垂垂老矣的老人。皇冠健身场的谢奇不敢怠慢，吩咐侍者端上来好的茶水，还有一些瓜果。廖天华这副模样，要是走在大街上，任谁都不会认为眼前这个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男子，其实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很快，陆续有人进入皇冠健身场，在谢奇的带领之下，进入到巨大宽敞的训练场。其中有五龙帮的人，这是得到消息过来看热闹的。金三绝也带着一群暗劲高手来到训练场中。五龙帮的龙头熊万碧急忙迎上前去，身子向前弯曲，见过金宗师。金三绝只是看了熊万碧一眼，点了点头，随后丝毫不理会熊万碧，自顾自地抽过来一张椅子，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熊万碧有些尴尬，讪讪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不敢对金三绝表现出来任何的不满。黑暗世界从古至今一直长存，从来没有消亡过，就如同有白天就有黑夜一般。赌不如输，国家也是默许黑暗世界的存在，毕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杜绝的。国家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广纳人才，组建了一个特殊的武者部门，专门负责处理黑暗世界的事情。每一个市级的城市最少有一位宗师坐镇，而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则是有着一个大型分部，其中甚至有先天上人的存在。可以说自己等人的权柄完全掌握在每一处宗师等人的手中，要是得罪了负责处理这座城市黑暗世界的宗师，那么这个帮派就完了。当然也有实力强大的帮派，比如青帮、红门，甚至可以和所有省份的大部分分部掰手腕。很明显五龙帮不在其中，只是一位宗师都招惹不起，只能够忍下这一口气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在场的众人都十分不满。哼，所谓的北风卫就是这样的无胆鼠辈。齐泽天的声音响起，让熊万碧的脸色不好看。北风卫再怎么说也是青城的帮派，但是形势比人强，也不好说什么。金宗师，到现在对方还没有过来，您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作为曾经省会荣城的第一大帮派，廖天华的人脉可不是五龙帮之类能够比的。和不少宗师关系都很好，自然不用对金三绝低三下气。只是你们来得太早了而已。门外传来一道声音，让众人齐齐地看向了门外。十几个人从门外走了进来，当先一人正是北风，身后跟着撕裂者机器人以及玄四等人。咯噔一声，金三绝的心头一跳，卧槽，怎么在哪里都能够遇见他？北风也是一愣，还真是有缘，随后嘴角挂上了一抹笑容。年轻人，我的儿子呢？廖天华看着北风沉声问道。你儿子？你们把他儿子沉到哪座湖里去了？北风转过头对着玄四等人询问道。玄四等人嘴角抽搐，这个笑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好笑。廖天华怒极，呵斥说道，好大的胆子，这是在当面打自己的脸面吗？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双方各出5个人，双方死战，一方全灭之后，另一方才算获胜。金三绝站出来宣布规则，同时怜悯地看了廖天华一眼。廖天华算是栽了，只是那三人要不要告诉他们呢？金三绝在心中默默地想着，随后啊，心中还是熄灭了这个念头。
就算是国家部门负责黑暗世界的武者一旦插手，那死了也是白死。更何况，犯不着几个人去得罪一位顶天的宗师。那我就拜托三位大师了。事成之后，在下会拿出让三位大师满意的报酬。廖天华恭敬地对后方三个人行了一礼。无妨，区区小事而已。两个中年毫不在意。两人都是荣城分部登记在册的监察使，都是只差一步就突破入宗师的人，自然不会把区区一个三线城市中的黑帮放在眼中。要不是抹灭一个帮派的程序繁琐，两个人一言就可以定生死了。门阶没有说话，就在刚才，门阶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心悸。这种情况可不会无端出现，宗师都是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的。当下门阶不打算趟这趟浑水了，睁开眼睛向着对面打量而去，首先映入眼中的就是撕裂着机器人那怪异的身躯，大热天的还全身都被严严实实的黑袍包裹。打量着撕裂着机器人的时候，门阶那心悸的感觉愈发的强烈。这个人感觉不出丝毫的气血波动，却能够让我感觉到危险，绝对是高手。再转眼看向站在最前方的男子，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太镇定了，没有一点慌乱。第二感觉就是不可匹敌，明明气血能量微弱无比，却能让自己提不出丝毫为敌的念头。自己闭上眼睛仔细感知，对方就像是没有爆发的活火山一般。门阶松了一口气，没有贸然答应，否则今天自己可就骑虎难下了。门大师，廖天华疑惑地问道。门阶有些尴尬，随后眼睛一亮说道，对付一个小地方的人，有他们两个人就足够了，老夫我就不掺和进去了。门阶找了一个理由，总不能直接说我觉得那两个人不一般，我没有把握吧。廖天华也没有多想，宗师都是有自己的骄傲，可能是不愿意出手对付一些普通人吧。正好这个老家伙不出手啊，自己那株500年份的子身就可以省下来了。让是金三绝也是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门阶，这个老家伙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两个中年男子带着另外三个明宇集团旗下的保全公司的王牌来到了场中，这三个人也不简单，都是明进大城的练家子。现在到你们了，选出你们要参加死战的人选。金三绝看着北风轻轻颔首，然后说道。北风没有按照常理出牌，而是指着对面的五个人淡淡说道，杀了他们。撕裂着机器人隐藏在厚厚黑袍之下的电子眼一闪，随后脚在地面狠狠一蹬，瞬间由名贵木料打造的地板破碎开来。